那可以抽了吧？干脆先抽完了。10分钟内是用条约7次。先把那个，而且他有很多商城可以讲。先抽东西给你们看好了，等我一下。也可以用钱抽，抽看看高级的。哦，弓箭手18打。我最近的题材可能就是从这边讲，阿头不要开好不好？我现在最近的题材从这边讲，好像18打。哦，变四十八打，这边很多怪，那可以让我们看好友吗？那可以看他上线的时间吗？这边有一个人。好帅啊！但我往功力些，我会升啥？稻草队，要不然呢？强化一下怎么样？可是我觉得他好单机哦，到底有没有线上感啊？来升级一下这个技能。本间升级技能也可以啊，好了，慢慢来。好，那我们就要抽东西。